做小缝纫很辛苦了，一天至少12个小时。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身，回到家差不多是8点3、4个字啊，一定是累了。我是 Mr. Dan， 我是从新加坡玻璃复合区，因为这个疫情，在新加坡玻璃学生会少一点，在 COVID 的时候我已经亏了1年。 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就要找新的地方。 CB 的时候是不可以在这边吃，只有打包而已。所以很多人就要用那个 Grab 来 order 东西啦。所以我的女儿也叫我去申请 Grab 咯，不是讲你在一个地方很出名，去另外一个地方一定很出名。 小姐好啊，安丹你好，有几位读者他们就是跟我介绍，他们就发一个电邮给我，跟我说，哎，这个鸡饭摊很好吃。他们在社会平台给我打广告啊，给其他的学生知道我在这里。我是看在外面很多人在用 Grab 啦。 全部我们小贩同学sharing的合作，有一个社交平台啊，所以给全新加坡的人都知道啊，我们红山里面有卖什么，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样子啦。人家讲是 digital 啦，对不对？现在是 digital 时代，你要跟潮流啦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要想办法啦，去解决这个问题啦，世上无难事啦。